签署，也希望通过此次签署带动国内无人机产业关键技术研发成长，以提升国防与经济加成效益。同时间我们也邀请王美花部长、沈荣金董事长以及黄佑明司长就我们台前一同共同见证，欢迎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也邀请签约贵宾起立转身，就我们台上共同为留念，也请我们工作人员递上我们的签约本。同时也邀请左右两侧的贵宾请侧身。那我们现在邀请